有人说他是来自火星的古怪少年，他却说，我只是内心住着一个苍老的小孩。24岁，他用一场演唱会纵情高呼，我就是我。我在唱了一半的时候，我那个耳机掉出来了。9月20号18点，新闻当事人华晨宇演唱会独家纪录片。